喂，你好。Hello。Hello，你好。请问您是朱莉吗？我不是主力，我是 Francisco。哦，Francis，啊。So how you get this meet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is meeting, the password? Someone called Juan sent it to me. I sent the password to you. Yeah, I guess if you're Juan, So what's the name you registered in the Duolingo. Duolingo? I guess it's DOS252. I'm not sure. Friend, oh, this one. Okay, Oh, so yes, that's me. So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nother guy is joining in. So we can start the meeting for the some of the warm up and the introductions between us. And after since now I will talk Mandarin, purely Mandarin. Is that okay for you? Yes, that will be okay, I guess. Okay. So, 这是Duolingo 的一个一个 meet up，所以你应该是在 Duolingo 看到meeting information，然后加入这个会议的。那么我是这个古诗欣赏的 host，所以我会去。每2周去发布一个 meeting information 在 Duolingo 上面。我看到了。Okay, so we can have some of the warm up between only two of us, and let's wait another join. 我的名字叫樊辉，so 其实这么说你可能听不明白。Let me put it, maybe put it here. we can，我们可以在这儿，我们可以，I think 我们应该可以去我还没 message。用 VOV，所以我又不啊，有 chat。对，我对的呀，名你字叫樊辉，反复我现在在香港，但是我其实是北京人。我会大概在这香港待了几年以后，我会回到北京，但是也可能到其他的城市。是这样，我害怕你会用繁体字。繁体字其实也，我现在读很多繁体字，但是我学的是简体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每天读一点繁体字，你慢慢就会自己就会懂了，你不用特别去学，但是确实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对啊。Side talk, that's side talk。所以我呢，我为什么要组织这个会呢？其实我组织这个会呢，不是说我当然也想分享一些我对中国股市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知识但是我希望是有很多人，每个人每一个 session 呢，可能有2个人最多不会超过3个人。每个人去分享一首诗或者2首诗，然后呢，我们是一个分享的一个会，不是说是一个老师来去教的会，但是这个形式呢，就是说，需要一些 volunteer。那么如果没有 volunteer 来报名去讲诗的话，那我就会每一次我讲一首诗，那没有办法，没有人报名来去讲这个诗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次了，上次是一个人。那么他兼那个叫朱莉，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朱莉？他坚决要求我们即使一个人也要开下去他也说要这个礼拜要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来。OK，那么所以这个会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组织这个会那么其实怎么讲呢？是每个人的看每个人自己的兴趣了，他可以。以任意的方式来去讲，比如说我举了一些，这个方面，你可以讲一些历史的背景，historical background，你可以讲他这个诗是讲什么一样的感情，是一个，比如说今天是情人节，是不是古代的中国人也有love，这种 love 是的，男和女的，比如说有一些知识，因为读古诗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我们叫拦路虎吧，obstacle，拦路虎。那你看的那个词你不认识，其实是可能是古代人很了解的一些东西，或者他每天生活上都需要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现在不太了解了。那么还一个就是说，OK，entertainment，诗嘛，poetry 是肯定是 entertainment，可能有时候是也是很悲伤的 entertainment，当然有时候也会是很高兴的 entertainment。反正就是说，如果你以后想来去在这个 meeting 里头去讲一首诗，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讲这个诗。然后呢，所以下边我还有一句话，就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就不具体讲了，这个会很长。这个就是那个孔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去写诗、去学习诗，是从至少是孔子就已经是一个在学校里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了。然后这句话就是孔子说：“OK，你们一定要去学。”小子就是学生们，students，my students，你们一定要去学诗。为什么要学呢？他就可以，可以，可以什么呀？这个以后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然后自己去了解一下。就说这个诗对古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很多事情了。它不光是这个一 personal something personal，前面这个是 something personal，可以弑父，可以弑君，就是我可以去我们中国人讲孝道，我们要对我的妈妈对我的爸爸好，我们叫孝。那么弑父就是说我可以用诗。来去服侍我的爸爸，那么我也可以用诗来去服侍我的君主，因为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有皇帝，对吧？有王，就是说，如果我们普通人，皇帝只有一个，其他人都不是皇帝，所以我们如果服务于国家，服务于这个皇帝的话，那你诗是你必须要了解的，这个我就不多讲了。OK，那么。现在请您来去介绍一下自己，就是大概是你可以随便讲一讲my name, I live, 为什么要来去参加这个会？好，我叫 Francisca，中文名叫释芳芳，我来自德国，现在住在德国。德国的什么城市？下一个小镇离法兰克福大概1个小时。OK。还有什么？我为什么参加？因为我这里
很少有机会可以说中文。我对中文感兴趣，但是这里没有机会，这里没有中国人，尤其是现在啊，哎，那么其实，在这个 Duolingo 有很多中文的这个 Meetup，那么为什么你要参加？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个是要至少要 Intermediate level，第二个我们只是谈股市，没有其他的东西啊。是的，我之前已经读了有些10次什么的，但是现在已经忘了，我要 OK，重新开始读这样的。我不知道在哪里开始，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会，就会给我一个，怎么说？机会吧，机会，其实这样的，就是因为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有好几个人都来讲师，所以可能。会比较有意思一点，而且呢，就是说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level 吧。因为我呢是Mandarin teacher，我可能会讲的比较深一点，那么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听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只有两个人，你可以随时来问我。好，谢谢。OK，很奇怪，朱莉她上一次一定叫我继续，她自己没有来，哎，很奇怪。OK，那么我现在就开始讲诗。以前我说我会怎么样去讲这个诗，因为诗呢其实有太多太多的方面了，so many aspects for a poem。那么我的方法呢，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方法，也是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叫孟子。孔子、孟子，孟子就是说知人论事，知人论事就是说，我们读一个人的诗，那你多多少少应该了解这个写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那么了解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要了解这个事呢？一世就是说一代人，一般来讲就是30年。就是说，其实论事呢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他的历史背景、他的社会背景。就是 OK，你比如说富兰住在法兰克福，他在法兰克福住了10年，法兰克福这10年怎么样？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变化？这就是论事。如果说的比较简单，就是 history background。sort of the background 那么这就是我来去讲这一个诗的方法，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因为比如说你去大学里去听一个文学教授去讲诗，他可能会用，很最新的sort of the methodology，他去给你分析一个诗，然后他去讲一些对比，讲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是很老实的讲。按照2000多年前的方法去讲我们这个诗。好的。OK，那么这个诗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言志抒情，就是说诗的作用是去记录一下，言志就是说记录，日志就是 diary。所以言志就是说我们要记录下。那么这个志呢，到今天呢，我们更多的时候说是我们 I have a wish。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 wish，是来I have a some of the great goal。所以我就可以说我有一个志，有一个志向。所以志呢，今天变得越来越严肃了。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呢，就是我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什么呢？记录你自己记录你周围的，记录天，记录地，记录自然，所以它就是说一开始的诗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我的国家有什么变化？那么今天我看到太阳出来了，我很高兴。那么今天我去宗庙去拜我的祖先，
我会感到很怀念祖先，就是说他就写这些很具体的东西。那么诗呢，越来越发展呢，就变得很抽象了。那么这个变化呢，是从唐朝开始，开始的。那所以我们主要都是讲唐诗，那么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一定要写一些 something practical and real。如果我们现代的，你看我们中国有机会，你看一些中国很现代的，就是我们今天写的诗，就是说写的都是很我们叫虚无缥缈了。他你没法跟他把他这个诗跟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者跟一个具体的环境联系起来。OK，可能讲的有点多了，你如果听不明白，你就随时问我。我看看那个助理来了没有？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也用的不太好，稍等一下。管理成员，很奇怪，为什么没来？OK，我们先读一遍诗，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诗。我先读一遍，然后我读一句，你读一句，然后最后我们两个人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好。我先一个人读一遍。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OK，read after me。元日。王安石。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送暖入屠苏。屠苏。屠苏。特乌图屠苏，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总把新桃换旧符。OK，我们一起读一遍，OK。好的。慢慢读我们。元日，王安石。One, two, three。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夫人，我想问你有没有在中国过过春节？只有一次，但是那时候没有。在什么地方？在，我觉得在大理，但是我好像忘记了。大理在云南，对不对？对啊。OK OK。去旅游，在一个有关。OK，所以你应该是有一些经验，real experience in Chinese New Year, right? Yes, we were just foreigners in the hostel. OK，我现在先把这个诗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在讲什么意思。其实如果你来过中国，很简单了，爆竹就是 fireworks， 所以他就说。在这个爆竹的声音中的爆竹棒棒棒爆，在这个爆竹的声音中，一岁就过了，一岁除就是说一岁过去了，一岁就是一年，年和岁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问小孩的时候，你几岁了，对吧？岁就是年的意思，就是说，sorry， 我先解释这个题目，元日，元日就是。大年初一，
就是the Spring Festival, the day of Spring Festival。为什么叫圆呢？圆就是头的意思，就是头，就是说，对于人来讲是最，就是最怎么讲呢？非常难讲，就是最关键的地方，最要紧的地方。比如说元首就是 the president。有一个词儿叫元首，就 president，元也是头，首也是头，他就用头来指这个是最第一个。它有很多意思，就是说，一个是说大，因为这个大 boss 就是说这个大老板，对吧？大就是这个，也是指大，也是指第一个。所以元日呢，就是说一年中的第一天。一年中，所以就是 Spring Festival，对中国人来讲就是 Spring Festival，一年的第一天。当然，现在我们也去过这个 Christmas，也有这个 New Year，就是这个 calendar，这个是这个怎么样呢？January first 也过这个New Year，我们也过，但是对中国人来讲，Chinese New Year 是不一样的。因为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都放假了，所有人都放假了。你去饭馆吃饭，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如果是比如说你20年前来中国，30年前来中国，春节的时候大概有半个月，你出去吃饭没有开饭馆开的，你去商店去买东西，很少的开，可能一些像这种。这个 7-Eleven 啊，这个 supermarket 可能会开，但是所有的商店都不开。现在变了很多，现在大概是 half half，比如说这种shopping mall 它会开，supermarket 会开，电影院也会开，但是可能很多小店不开了。然后呢，这个饭馆呢可能也是 half half，有一半关掉了，有一半还开。那么但是这个是，但是过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到了春节就是这个放假，然后家里的人团聚在一起，family reunion，然后呢就have big dinner，吃饭，吃饺子，吃汤圆，在南方就吃汤圆，所以这个就是元日的一年的第一天，所以我们回到第一句看。第一句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说，在元日的第一天就开始放爆竹，然后一年就过去了，就是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了。然后呢，春风送暖入屠苏。中国的这个年呢，它就是说1月份，就是我们认为春天就来了，所以 Chinese New Year means the spring starts。所以他当然，他如果写诗，他写哦春天来了，他就没有意思了，他就不写春天了。他说春风送暖，就是这个春天的风已经是暖的了，不是那么冷了，不像冬天那么冷。春风送暖入屠苏，屠苏是一种酒，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酒，现在我们已经不太喝了。这个酒是有一些Chinese medicine 放在里边。那么它就是说是辟邪的，邪就是这些鬼呀、怪呀，就是 ghost some evil things。If you drink this wine, you can avoid those evil or ghost。所以这个酒叫屠苏酒。所以当然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讲，他一看屠苏就知道了，就是这个酒，春节喝的酒。现在我们喝酒，但喝的已经不是屠苏酒了。所以头两句就很简单，就是说，哦，今天是元日，我们现在叫元旦，就是现在我们叫元旦，或者叫春节。现在是今天是春节了，那有人放爆竹，一年也过去了，然后家家户户都在喝这个屠苏酒，天气也都变了。然后千门万户瞳瞳日，
就是中国的这个，我们可以看看，给你乘凉。不是，所以过年的时候，你看到这张图。这张图就是，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门，在你如果在农村的在乡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大门。这是门是有两半，它现在看不到，中间有个缝。这是一半门，这是一半门，然后我们都要去贴这个春联。那么在过去呢，贴的不是春联，贴的是叫这个诗里头我们说的，贴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个诗里叫。桃符，我们叫桃符吧。它就是一个门神。我们怎么讲呢？你看，我先给你看这个图，桃符。各种各样的，你可以看到这种桃符，这就是在贴在门上的。有的是，如果最标准的是两个木牌，是 wood plate，这是桃符。那么现在呢，很多时候是贴一张画。那么贴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是唐朝的两个将军，two military general，real person，but finally we think they are，他们就已经是神了。所以他把他们两个人贴在门口，可以去辟邪，avoid evil things。这个就是桃符，这个是标准的桃符。那么，但现在我们贴的都是这样的，两个门神了。桃符的意思也是要去免除这个鬼怪啊、灾害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了这个的话，这个诗就很简单了。千门万户就是每一家都迎着太阳，就是。新年的第一天的太阳，彤彤日，这个彤彤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太阳非常温暖，很红，就说第一天早上干的事儿。然后呢，然后在新年的第一天，就春节这一天，他要把用新桃换旧符。他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叫桃符，他这个字呢，就用新桃换旧符，其实是用新的桃符。换旧的桃符，这就是说，新年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要去把旧的东西去剃掉。这个对中国人可能因为我们从小在这长大的，可能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或者很自然的事儿，可能对你，我不知道你理解不了。对中国人来讲呢？我们最最重视的是开始。那么每天的早晨就是一天的开始，这个是我们在一天最重视的时候。就是说，在早晨的时候，你要早早的起来，你要把自己准备好了，然后你还要去好好去想，我今天应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要去浪费时间。那么早晨呢？其实不是说你在那做事的事情。是多么重要！其实最关键的是，你早上起来了，你要把自己准备好，想好要去做什么事情。那么对一年来讲呢，春节就是一年的最开始，所以这一天对我们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希望有福气，We wish we are lucky in the whole year。然后呢，你要开始一些事情，或者你要去做好准备，去让今年一年过得很有价值。当然，在写诗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差不多可以说是 some the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不用讲的，所以呢，他写诗的时候不会像我说的那么简单。哎呦，今年新年了，我们要开始去 have some new plans for the new year。他不会这么去讲，但是他讲的很简单，就是说前面两句说这个是新年了，这是 something natural 的春风的 spring wind。这是自然的东西，这不是我们人的东西。那么人呢？就是说，我们打开门迎接太阳，所有的人都打开门去迎接太阳。我等会儿会去讲这个太阳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去做一些新的东西，把那些旧的扔掉，去开始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把新桃这个要把这个都换成新的了。其实这些每年换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图案呀，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都要换。他做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OK，春节是一年的第一天，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要去扔掉了，我们要去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做好新的一年的计划呀，或者做好准备。所以就说要，这就是为什么要换这些。这些门上贴的这些东西，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套壶为什么叫桃？套子，我知道为什桃么子叫是桃符是水吧？果的，是为什么是桃符？这样。很好的问题，我们再看这块儿，我们再看这块儿，就是我刚才讲的，最早是两个木板做的，对不对？Wood plate，两个木板做的，这个木头要用桃木，OK，明因白。为我们相信桃木是可以辟邪的，就是它the wood of the Perry right，am I right？Perry 桃子。Peach，哦，对呀，sorry，peach，the wood of peach，could help to avoid evil things，Because of 所以 this 后来我们变成这个画了以后，我们还把它叫桃符，虽然已经不是木头了，只是一张画，我们还叫桃符，因为它就是这个最早因为叫是用这个桃木来做的。你看这个做的就更复杂了，这个还有雕刻的。你看呢，这个是还是两个人，两个将军，他们两个将军就是刚才这个画里的将军。好。OK，那么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你可能对中国的新年还是不是太了解，我就再给你讲一下为什么那么重要春节。我刚才讲的那个 common sense，大多数都中国人都懂。那么我后边讲的东西呢，大多数中国人其实也都不太懂。OK，OK，所不以太到了。这个给中国人都比较难懂了。所以你如果有问题，或者说你觉得太难了，我们就可以往前走。就是说元日，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就是春节。那么正月呢，就是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标准读的话，我们就要读，一定要读正月。这个字应该平常我们是四声，对不对？正月。但是如果说，如果在你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一定要读正月一声。正月的意思呢，也就是第一个月。就是如果简单讲，就是一年里的第一个月，但是这个第一个月其实来历很麻烦的，所以这个我给你看的这个东西啊，尧典呢，哎，sorry，尧典呢就是中国第一部书，没有人知道它有多久了，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孔子教他的学生，这就是一部最重要的书。
叫我给你看看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或者我们直接在看那部书里就行了。我们直接看这部书里，不对，就是我们中国有一有现在叫四书五经，Four books, five classics。这个是当年差不多是孔子的时候去教更古老的书，这个书有的很早了。所以刚才我的刚才的那些引用的这个字呢，都是从这部书里来的。这是一个 classic 上书教，你看到没有？刚才我看尧典，然后我们还要看舜典。所以这个上书的第一章，sorry，上书的第一章就是尧典。所以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书的第一章就是尧典。那么刚才我引的这个句呢，在这第三行，前面讲就是这个第一个皇帝怎么来的，然后他怎么来的，这部书是怎么来的。然后呢，第三行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最早的皇帝叫尧，他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我要马上要讲的。然后我们看这个 PPT。他就命某某命某某，他就命令了五个人，我简单一点吧，他命令了五个人去到了五个不同的地方，东南西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东边，这个可能我就不多讲了，这是一个人命西仲翟于仪，这是在东边，然后呢？他去在东边去观测日月星辰，因为他做什么呢？观测昊天，看日月星辰，就看天上的天文。敬受人时，就是他观测天文以后呢，告诉时间和季节是什么样的，要告诉人民时间和季节。那么他们要到五个地方去观测星星、月亮、太阳，来去确定这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到南边，这个西书到南边，然后呢，在南边的人呢就会告诉你，夏天仲夏就是夏天的最中间的那一天，他等于把一年定了四个时间，就是叫仲春、仲夏，然后呢还有这个冬至，solar terms，do you know the name solar terms？No。他就是把一年根据太阳绕地球的时间画成12个或者24个时间。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复杂画。我们等会儿你就理解了。我有图可以给你看。那么在这时候呢，可能3000多年前，它画成了四个时间。然后呢，它确定了。你看，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就确定了有366日。然后呢？他定了四时，四时就是四季 （four season）。他知道一年有366天，一年有four season 四时。然后呢，每四时成岁，sorry，这个是不好意思啊，这个是繁体字了，就是岁年岁的刚才那个岁成岁。然后呢，成了岁以后呢，他有了时间以后呢，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行业去管理好了。然后呢，所有的人民就生活得很好了。他讲得很简单，你看他讲了那么多，就前面从这儿到这儿，他就讲五个人去观测天文，然后确定了一年有366天，有四季，然后呢，他确定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所有的老百姓就可以被管理了，他们也生活也就过好了。那么，其实这个呢，我们现在人来分析呢，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呢，知道四季和气候的变化是最关键的。那么，你知道了四季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去种小麦，去种水稻，种大米，然后那老百姓就有吃的了。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叫民以食为天，
就是比如说，你们西方人信仰就是说，上帝 God，对吧？那么，但是信仰上帝呢，就是要信仰他说的。但是中国人古代是不一样，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呢，上帝他有一些责任，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说，他要养活老百姓。如果上帝不养活老百姓的话，那么老百姓就可以不听上帝的话。那么，所以呢，皇帝呢，作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叫天子。皇帝作为上帝的儿子叫天子，那他的责任就是养活老百姓，否则他就这个皇帝也做不了。所以呢，你可以从他的第一道命令可以感受到这个时间是多么重要，对古代的中国人，中国的第一部书，然后记录的这个皇帝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他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饭吃，有工作去做。那但是他实际上他记写了这么长，他就是确定时间。那么你这个时间就是最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老天他表现给老百姓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跟那个你们信基督教一样，认为我们老百姓就是老天生的，就古代的中国人啊。我们老百姓是老天生的，但是老天也要养我们老百姓。那么天生了老百姓，养了老百姓呢，它是以这个星象的运转和时间的变化来告诉老百姓，这个天是怎么样去，就是 your luck, your fate, what's your fate, what's your luck。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中国人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想法了。就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信天。但是信得又很实际，然后这是第二个皇帝舜典，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元日最早的地方，就是在上书里头，第二个皇帝发布的，记录第二个皇帝的这个他的历史，就是说前面这个皇帝叫尧，然后呢，过了28年以后，尧帝举落。就说他死掉了，这个皇帝死了，然后呢，要3载，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父母死了以后，儿女要，我们叫守孝3年，就是3年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就如果父母死了以后，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部书开始的，从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开始，第一个皇帝死了以后，老百姓如丧考妣，就是老百姓跟死了父母一样，那说明这个皇帝对老百姓很好。养活了老百姓，所以呢，过了3载以后呢，第二个皇帝，这个叫舜，革于文祖，他就是他在这个庙里边去继位了。那么继位这一天呢，叫月正元日，sorry，我这个鼠标在哪啊？月正元日其实就是正月元日，因为古代的时候它有些次序会颠倒一下，那其实应该读正月正元日，就是说。在3年过了以后，他选的是下一个新年的第1月1号，然后呢，他去就 ascend the throne，他就登基了。所以就这个元日，你就知道也是皇帝这个继位的日子。就说后来一直是这样的，不是后来，就是在大概你知道春秋战国，你知道这个吗？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期，这个传统还在，就是说，如果这个皇帝或者说一个国君死了，他的儿子叫太子要继位，他不是立即就继位，当然他立即就开始，去工作了，他就以国王的这个角色去工作了，但是他没有正式继位，一定要等到下一年的，正月元日，来去继位。他也就是说，这个含义也就是说，新的开始，因为是一个新的国君，一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元日这么重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也很好玩，就是说，我们这个定这个月 January February March 是看天看星星来看的。那么怎么看呢？我们看后边一张图。我们就看这个北斗七星，这个你应该知道吧？北斗七星，
知道。这北斗七星，然后中间是北极星。你看这个指过来就是the North Pole，北极星。那么这个北极星呢，是我们我不知道你对天文了解不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天的话，所有的星星都绕着北极星转，好像北极星就是天的最中心一样。所以呢，古代中国人就认为北极星就是皇帝。然后呢，这个北斗七星呢，就是皇帝的车。那个这个车呢，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现在不重要了。那但是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皇帝的车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北斗七星呢，它就是，两个现象，就在一天，比如说，一天24小时，如果我们都能看到北斗七星的话，你就看到北斗七星绕了一圈，就这样绕了一圈。如果你在观测一年，这什么意思呢？古代观测这个星星的时候，是在落日的时候，天刚黑，他去看这个星星，他把它记录下来。那么365天就有365个星星的这个图，对不对？那么他就观测到这个北斗七星好像就转了一圈似的。然后呢，这个是特别重要，这个叫箭。就是北斗七星的这个方向，那么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就观测到了春天的时候，这个会指到东边，夏天指到南边，就这个指到南边，到秋天指到西边，然后冬天就指到北边。那这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一天其实也一样。那么一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可以这么讲吧，半夜的时候。应该指我们看下一张图，这是北边，就是北边呢，北斗七星一天也会绕一圈，那么中国人呢，也就根据这个北斗七星，把一天定成了12个时辰，叫12时辰，就跟24小时一样。那么现在我们都叫一天有24 hours，in ancient China we call it。12 period，中文叫12时辰。对，你如果能看中国电视剧，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火，我给你敲一下，就是叫，大概一年前特别特别火，就是演这个唐朝的一个故事，叫你可以看一看，聊天。在这儿，就在这儿。你可以把这个找一找，看一看。它就长安12时辰，就是说在长安，就是唐朝的首都，一天 24 hours，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因为中国的朝代一直在变化。朝代变的时候呢，按理说这个一月的时候，他就看这个北斗七星，这有十，他划分了12个时辰。我看看，子丑寅卯，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词，现在没人说了，这叫天干地支。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是23 PM to 1 AM。叫子时，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现在还不是子时，我们是亥时。亥时就是，9点到11点，9点到11点亥时。子时是半夜，是11点，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所以呢，有几个不同的朝，那么我觉得这个讲的可能太多了，对你太深入。就说我简单过一下，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再讲。就是说，所以呢，如果标准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北斗七星的这个小短的这个支呢，指的寅时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一月，然后也是正月，因为我们要确定哪个是一月，什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那么我们就观测这个天上的星星，然后它指在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月。但是不同的朝代呢，他们有时候都不一样。有的朝代
它会只在这个时候的时候，相当于12月的时候，它认为是正月；也有的朝代是只在这儿子时的时候，它认为是正月，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1月。我讲的都是 lunar calendar 啊，这里头讲的都是 lunar calendar，不是这个我们一般的历啊，都是 lunar calendar 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指的一月的话，大概在这个我们叫公历的这个时间，一般是1月底到2月初，对吧？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如果是 lunar calendar 的话，是一月，然后呢，春节就是1日，这个就是我们春节。的从哪儿来的？很复杂。好，嗯，OK。所以这个正月元日呢，就它第一个代表了这个我们这个皇权的这个立法。那么第二个呢，也代表了这个我们老百姓要按照这个是一年的开始，要开始生活了，因为我们简单讲，就是我们中国人要开春天开始干活，夏天是最忙的时候，因为是这个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长得最好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然后秋天呢，收了就是收的秋收收获的时候，所以叫秋收。那么我们的中国人到了秋天，你看很多人写诗就说啊，秋天是收获的时候，他就要，然后呢，他就要想到自己啊，我今年干了什么，我有什么收获。那秋天就是一个收获的时候，那么冬天呢，就是一个休息的时候，就是一个休息的时候。所以呢，这一年四季呢，对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就是春天要开始干活了，夏天很忙，非常忙，就是最忙的时候，然后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然后秋收获了，当然还要庆祝，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我们叫就要休息，劳作一年了要休息，然后呢，过完元月一日以后，过完春节以后，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新的一年去劳作了，所以我们再看这块呢。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你可能想的就不一样了。你理解了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元旦的这个重要性，它又是皇帝的这个权力的一部分，又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这种按照这个四季生活的一种习惯，而且是把旧的要扔掉，要把所有的东西要换成新的。那么这块呢，我们刚才讲了知人论事，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都是论事了。那其实这个诗人我们还没有看，我们看了诗人以后，我们再回头读这首诗的话，你会发现又有好多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诗人呢是宋朝人。这是他的生年他这个这是他死的时间，然后呢，他在宋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然后他是我们当有一个叫唐宋八大唐宋八大家，就是唐朝和宋朝有八个写文章写得很好的人，他就是其中一个。他呢，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呢。影响非常非常之大，我给你看它为什么影响很大呢？因为我们中国呢，哎，对不起，就是说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不同的，我们有叫科举，就是说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可以参加全国的考试，然后如果我考试合格了以后，我就可以去做官，我就可以到政府里边去任职，我可以去做官，这个叫科举。那么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晚很晚才开始实行的，包括这个全国的考试。那么中国呢，大概在隋朝的时候就开始了，隋朝大概是1700多年前吧，1800多年前，1700多年前，对不起，sorry，我想了，一不，sorry，1000。六百多年前，1500，sorry，
反正你记到这个，就隋朝的时候就开始了科举了。然后呢，这个考试考过了以后叫进士。所以你知道，如果谁要说他的，他的祖先有人是进士的话，他会非常非常的骄傲。他在全国考试，然后呢，他合格了，然后他可以做官啊，他可以去在政府里工作。然后王安石呢，他呢曾经就被皇帝重用，就相当于首相、总理，就是说皇帝之下。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就是相当于一个总理，他去做所有的改革。他做过一次改革，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那我们不讲他这个改革什么了，但是我可以讲他对中国的这个我们的文学的影响啊。因为在这个考试的时候，他把这个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那么这两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叫四书五经，就是那些 classic books，它有一些考试要考，你要解释这个，classic books 的是什么意思，你可以默写下来。同时呢，还有诗赋，就是你要会写诗。就那么这个是说，我们在中国一开始隋朝、唐朝的时候，你要去考进士的时候，你要会写诗。那么王安石呢？把考写诗这个项目取消了，你不用写诗了。所以呢，他的改成呢，就是说你要写一个论和策，相当于你写一个 essay，一个 article，你要写一个文章，你要去写，去评论，写一个 review，就评论现在的政治，评论现在的这个社会，然后呢，同时你要提出建议。那么这就是王安石改的东西。那么就是说，所以呢，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呢，我们中国人呢，永远都是把唐朝的诗认为是最好的，唐朝以后写的诗就不好了。那么这个跟王安石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写诗是可以考进士去可以做官的。如果你要考进士要去做官，你必须写好诗。但是到了宋朝，王安石包括以后。你不用写诗了，但是呢，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呢，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写这种我们叫古体诗，就是 classic style poetry，到今天还有，但是呢，已经不是主流了，因为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政府的制度对我们的文学有多大的影响，就是王安石弄的，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呢，其实很失败，但是他这个对这个科举制度的这个变法呢，就改变，变法叫 revolution，不是把 revolution，change the law，他把这个法律变了，所以就是说包括科举的改了，但是他真正的对于那些改，这个叫我们叫变法呢，就是他是改变这些。经济啊，改变社会的一些法律，那个是对社会影响非常大的。但是呢，他的变法失败了，他实际上是失败。他变法了大概有两三年，然后最后呢，他的所有的改变又被取消了，就有点像 Trump 上任了4年，然后呢，他一下台，他原来做的那些事被新的总统全都取消了。那么对中国人来讲呢？改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是，对祖宗、对前面的人、对 to our ancestors、to our 对前面的人都是很尊敬的，除非到了不得已。那么就说明，这个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了，问题真的很多，但是他变法还是很难去变掉。那么他这个变法是失败的，sorry，可能我讲的不太好。那我们回头看图书，就是说，你就记住两点：第一个，元日对我们中国是重要的。那么这个春节，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老普通的人去庆祝，它也是皇帝的这个权力的象征。
他要去，他是他帮我们老百姓定的这个春节，然后呢，这个春节是一年的第一天，是所有事情要开始的一个时间，这是元日春节对我们中国人的意义。那么王安石呢，他是在我们中国呢，他的那个文学并不是那么出名，相对于他刚才我讲的变法，去改那个法律。他是更以那个他的变法为著名，那么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就是他刚刚这个皇帝把让他当了，总理，然后同意他去进行变法，他还没有变法，他同意的变法。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句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千门万户瞳瞳日，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家门，我们迎接的是红彤的太阳在升起。那么在中国呢，太阳就代表皇帝，这个是没有变化，太阳就是永远是皇帝。所以呢，如果你理解这个王安石的心情和当时他的这个背景的话，那王安石在，如果你和我都是王安石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我们就会想的不一样。哦，他就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受到皇帝的照耀，皇帝在照着我们，所以皇帝在温暖我们。因为前面讲的很清楚，"春风送暖入屠苏"嘛，皇帝在照着我们，皇帝在温暖我们。那么，皇帝其实也温暖着王安石。其实他这里头，王安石写的。不是说写其他的人，其实他在写他自己的心情。我被皇帝挑选出来，皇帝宠爱我一个人，然后要允许我去变法，他很高兴的，很得意的啊。然后呢，为什么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干一些除旧迎新的事情，我要把旧符去拿掉，我要把新的桃符贴在门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过春节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你经常能看到，就是我们说这一句话，过春节的时候叫除旧迎新，就这个除旧迎新，所以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除旧迎新，其实就是指他要变法，他非常高兴。sorry，可能我讲的不是那么连贯，那么清晰，因为我讲的比较随便。那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大概就讲了元日它的来历，就是在我是我们天文怎么来的，从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候来的。那么王安石他的背景是什么样？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两个概念以后，我们再看这首诗的时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讲。是一个普通的春节的样子，因为你今天来我们中国到农村的话，也可能看到这个样子，有很多人在放爆竹 （fireworks），那还有人喝酒，虽然不是屠苏，但是也是很多人在喝酒，天气也在变暖和了，然后每家都贴的这个桃符，贴或者叫对联，我们叫春联，其实它都是一个意思，就或者叫春联，春联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你今天也能看到类似的东西。但是在如果我们了解了王安石他的情况以后，那么我们再读这首诗，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对吧？我们就能联想到他当时他皇帝允许他去变法，他在想，哦，我如果变了法，我会对老百姓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好一点，然后呢，同时国家呢也变得更容易管理，而且更富强一些。所以就是说，这是我相信应该是王安石当时在想的事情，他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得意。OK，那么我想今天就讲到这么多了，那么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想有讨论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说的这么多，我又到晕了。这个事情我以前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要想一下。啊，不不，你如果觉得有意思，你可以去看，因为这些东西刚才我讲的，比如说我讲的这些，北斗七星啊，这些概念啊，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只是说，因为我们既然去专门去看这首诗了，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讲更多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知道的更多，你在读一首诗的时候，就你的感受会就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而且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就讲读诗是两个，有在人生，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能活80岁，那读诗基本上是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在小时候，因为我说我们中国人小时候一定要读诗，你的爸爸妈妈要你读诗，你的老师也要你读诗，对吧？要背，但是对那时的，候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你记住了一些诗，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另外一个时间读诗，差不多就是对现在的人来讲，就是退休了以后。你有了你差不多一生的经历，你去了很多地方，你见了很多人，你经历了很多事，然后这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又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么读诗呢，其实好玩的地方就在于你了解的越多，一个诗就越有意思。如果你自己的经历跟这个诗还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或者说类似的地方，你会有更多的感受，就跟我们现在听这个歌一样。有的歌你听的时候就会很伤心，为什么伤心呢？你肯定是有跟你自己跟这个歌有些相同的地方，对不对？有时候听一首歌你会非常高兴，也是这个首歌从它的这个音乐里边，从它的歌词里边会有一些比较打动你，而且会比较让你高兴的地方。这就是说，你的经历越丰富，你去听歌也好，去读诗也好，那么就会越有不一样的感觉。哦，sorry，都是我在讲。OK，没关系，任何问题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2个礼拜以后再聊了。然后现在没有问题，有很多事情要想，不不不，对，一如直果你觉觉得得没用。很麻烦、很累、不好玩，forget it，doesn't matter，doesn't matter。如果你觉得很有意思，但你可以花点时间去看看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读诗真的就是差不多像让你高兴，或者让你去回忆你过去的一些事情，读很多诗很有意思，因为。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读诗的话，普通人读诗的话，不用去把这个诗搞得那么神秘。比如说各种各样的literacy 的 review 啊，我们不用去看那么复杂。我们去只要知道这8个字就很好了：知人论事，言志抒情。我们只要知道这8个字就非常非常好，对我们普通人。OK，那我们就再见，下下个礼拜再见。好的，好，再见，谢谢。谢谢您给我介绍这首歌，但是，我希望你觉得有意思，你没有问题，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讲的不好。你讲的很好，好的，但是呢，我不知道问什么你，这么这个多对。我已经没文了。稍等一下，我再发你一个网址啊。I will send you a URL. Just a moment. 这个你已经发给我了。对，你有这个就可以了。你自己有什么你可以在这儿 search，然后你去自己去看。它有很多东西，有诗，也你比如说这个诗人，你可以点进去，你可以就看到这个诗人他一些简单的介绍。当然这里边都比较简单了，但是从开现在这个时候对你很好。然后你可以看它旁边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春天，比如说春天，
春天，你想看春天的事，你就可以点它进去。或者说你现在想看，元日啊，古代人我们叫元日，不叫春节啊，古代叫元日。你可以 search 一个元日，你可以看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非常多啊，你都可以看一看啊。好，再见。谢谢您，再见。嗯嗯，再见。